左手漂亮，右手穿，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大家好，我是他们，我又来了。今天我们弄茶香肉，红烧肉里面放茶叶子，看到过没嘛？加入茶叶子以后，真香群艺，巨星压抑，反正就是矮得板。开干，准备点点精品五花肉，三斤半，先把皮皮烧一下，去除皮腥味。啊，点火，要再开干。 锅儿烧得非常，烫皮皮，去除皮腥味啊！三人这个样子要得了，再洗一番菜，刮洗干净，改好刀，改成圆圆的方丁，大概就那么大坨就可以了。 冷水下入高高，二料酒，盖都焯了水，准备点草料，通片姜段，大概香叶桂皮、干海椒，捞出来用清水洗哈，准备点茶叶子，加热条件好的可以用浓精和铁观音代替，加入80度的开水，茶叶子泡15分钟以后滤出来。 这个茶叶子不要扔了哈，等会儿还要用。油温300再放入茶叶子，炸一下。一定要小火炸，炸到酥脆捞出来备用。放盘子垫底。火腿烧水，放入618克白糖，炒长些。炒人炸完再下猪肉，先煸炒一下，煸出猪油，煸出油脂，放入草料。 继续翻炒，炒香后锅边淋入料酒，淋入茶叶水，放两片就够了。第一开泡的茶有点苦哈，再放点儿茶香不就可以了？这边放清水，放点生抽，倒抽一丢丢，放点儿麝香，丢一个小葱节，煮15分钟，起锅前5分钟放盐。 开出大料，放点盐，现在大火收汁，收干了就可以了。要得了，起锅，放入白芝麻，放入蒜蓉，奶油熬开整肉，要得个，试一下噻。 我这捞出稍微多点哈，颜色有点重，但是不影响口味。好，嗯，好。嗯，这不跟平时吃的味道不一样？是好点多。这就是放茶叶子，用茶叶子做的，茶香味的噻。反正茶叶子，这个茶叶子蘸了都可以吃啊。嘿，看不熟了。 一口茶叶，一口肉，吃起巴适得很。哪个？吃不吃嘛？啊！没吃过茶叶子啊？吃了5年的茶，没吃过茶叶子啊？茶这些东西辈子没吃过茶叶子，真的。一口茶叶子，一口肉，嫌贵。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，爱得很。 还弄了个汁儿根哈，年龄可以打30啊。区别于平时的红烧肉，这个就是更香，因为它有茶叶的香味，有这种茶汁水的香味啊，融合在里边。 给我吃了，晚上嘛睡不着。吃完茶叶子啊，加油！我看我是杭州吃过，以前在杭州馆子吃这个菜，都点2份，1份根本不过瘾哈，因为它分量也少哈。我这个分量很好大，你看。
三斤肉啊，要光吃菜子，吃点瘦肉，吃点菜子，吃点肉啊。菜子比肉好吃。我想说好不好吃？好吃好吃，过不过瘾？过瘾过瘾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了，耶！有人了，有三十个月。耶！